开着顶级名车去兜风是很多人的梦想，像是 BMW X4 拥有360匹马力，零到100公里加速只需4.9秒，但一辆要价超过250万元，一般民众买不起，现在不用跑去门市试驾，更不用另外花钱租车也能开到。有饭店提供特别的专案，只要入住饭店的期间就可以享有 BMW 驾驭的乐趣。今天这是你的车钥匙，谢谢。酒店搭上暑假旺季商机，跨界跟车商合作，只要入住后到柜台办简单手续，检查驾照，填写资料，饭店人员将车准备好，就能轻松上路。一般旅客如果我们去外面住饭店，还是会搭捷运搭公车，但如果有配车的话，好像会感觉方便一些。我自己会开车的话，我就可以省租车的钱。当然可能不太会开到 BMW， 如果他有这个机会，也许他会试试看。剩下景点交通费，又能开百万名车，甚至有人为了开 BMW 特别来住饭店，顺势带起饭店1-2%的业绩成长。部分消费者呢，他真的是因为下榻期间可以免费的试驾这个顶级车款，所以他来选择下榻我们的饭店。另一家业者不遑多让，之前跟宾士合作推出特色房型，里面满满的 smart 小车，超级卡哇伊。标榜只要入住这些限量汽车商品，通通可以带走，租车还有特别的优惠。五星级饭店、豪华车商强强联手，不止一起大赚旅游财，更成功创造话题。詹轩、朱一宁分享台北报道。